欢迎收看《全民风车吧》，大家好，我是以晨。今天我在大鹏湾这边帮大家试车，而且试的车很特别，是 Volvo 的性能子品牌 Polestar。那目前引进在台湾贩售的 Polestar 呢，其实只有 V60 啊，也就是它的 Wagon 的款式。但是呢，因为现在他们正在场上试哦，所以目前我拿来跟大家 demo 的是 S60 哦。但是我想这只有它的车型不一样。外观啊、内装啊什么的，其实大同小异，各位也都可以参考一下。那目前引进台湾的 V60， 它的售价是333万，但是各位很可惜，只有10台，而且现在已经卖完了。听说啊，他们刚才简报的时候说，其实引进来台湾之后卖得很快，有时候巡回展展间都还没有摆完，都已经卖完了。那当然，原厂也承诺，希望今年可以再帮大家再争取10台。那当然，明年也会持续的引进 Polestar 这样的性能子品牌，那各位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关注看看。那如果你觉得你的预算不到的话，没有关系，其实它在外观的套件上面也引进了 Polestar 的外观性能套件、或者是它的悬吊啊、它的铝圈等等都可以去做选购，甚至排气管还有它的晶片。那原厂为什么在今年开始做这样的操作呢？其实它只想传达一件事情，往往、以前大家想到 Volvo 会想到什么？安全嘛，健康嘛，对不对？但是现在原厂想表达的就是性能，这可以说是Volvo 的，我觉得是性能元年的开始啊，非常好。那首先呢，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外观，很多人会觉得哇，这样的颜色很特别哦，很少见。那是因为呢，这是 Polestar 的招牌色啊，包含前面如果是 Polestar 的车款的话，在这边都可以看到一个名牌。当然有一些安全的东西哦，在水箱护罩上面一样可以看到雷达的 sensor 整合在水箱护罩上面。那在 Polestar 的保险杆上面呢，它是做的比较性能比较外放的。如果你是去选配的，比如说你是量产车，但是你选 Polestar 的外观套件，它看起来就没有这么的凶狠了。那这些造型设计呢，其实不只是它外观实用，它其实也有它实际的用途。例如它可以减少一些空气的阻力，甚至在时速250公里的时候，它可以额外提供车头21公斤的下压力。车侧的部分呢，我还是再一次的提醒大家，在台湾贩售的是 V60， 不是 S60， 这个是他们公司的车。那我想在外观上面呢， Polestar 最吸引人的就是它的轮圈，是值得你一看的地方。在 Polestar 的车款上面，当然你可以看得到它的名牌，同时呢，它也换上了20寸的铝圈，而且材质它采用的是这种雾面的，质感的表现上面很好，造型我觉得也很好看。另外呢， Polestar 这样的性能车款上面，它标配的是 Brembo 6活塞的卡钳，包含里面的浮动点，所以在整个外观造型上面以及制动力上面，这些都是它跟量产车上面是完全不一样的规格哦。那它的轮胎尺寸规格是245/35 DR20。那么我想 Polestar 款的 S60 呢，跟一般大家印象中好爸爸的 S60 是完全不一样的。首先，当然如果是正 Polestar 的车款的话，第一个会看到的就是它的名牌，验明正身了。那其他不一样的就是它的造型，以及它搭配了一个面积非常大的尾翼。这块尾翼呢，一样在时速250公里的时候，它可以创造30几公斤的车尾的下压力。但是以 V60 来说的话，因为面积比较小，所以它只能提供22公斤的下压力。这边是 S60 跟 V60 不一样的地方。那么保险杆的部分呢，也因为 Polestar 的车款 ，Polestar 的保险杆外观，所以呢，它在外观造型上面非常的凶狠哦，中间有一些分流的这种设计，而且它采用的是双边单出的排气管。S60 Polestar 它的内装基本上铺陈都是一样的。那今天因为我们参加的是公办试驾，时间还蛮赶的，我只告诉大家说Polestar 车款跟一般贩售的 V60 S60 有什么不一样啊。首先最明显的大概就是这张座椅，它用了2种的材质，皮革还有磨绒，其实这不是麂皮哦，他们把这个叫磨绒，摸起来有点绒的这种感觉。那上面呢还有 Polestar 的浮雕，整体来说质感很好，它还用了他们的招牌色蓝色的缝线去呈现。那整体来说呢，它包覆性支撑性表现都很好。
哦，这是一定的，因为他要强调就是性能这一块。那等一下我们上赛道的时候，大概就知道开起来是什么样的感觉。那除了这个之外呢，在方向盘的铺陈上面也不太一样了，它采用的一样是双材质皮革以及磨绒，还有蓝色的车缝线，握起来跟一般的款式就不一样。那方向盘后面有换挡拨片，前面的仪表板这些都是一样的，但是呢，这边这个萤幕在刚启动的时候会看到 Polestar， 哇，那种感觉就不一样。但是里面，我想这不是今天的重点哦，尤其今天这一台 demo 的 S60， 它在台湾没有贩售，所以全部都是英文的，不过功能都是一样的，只是台湾的有翻成繁中。那中央这个中央安座呢，它上面用的是碳纤维的饰板，一样蓝色的缝线，排挡杆上面它有 Polestar 的 logo， 而且呢，现在可能天色很亮，所以看不太清楚，不过它有透着微微蓝色的蓝光，一样他们的招牌色。那我想这个是 Polestar 的车款，它内装铺陈上面跟一般车款上面是最不一样的。它还有一些小细节啊，比如说它的踏垫一样蓝色的缝线，或者是踏板这种跑车化的铝合金踏板，这些呢都营造出跟一般 Volvo 车款完全不一样的运动感。好，我想差不多换我们了，不过他等一下给我安排的是 V60， 台湾是有在卖的，走吧。那因为它有一个 S Plus 模式哦，它只有在静止的时候可以启动，所以我们就先把它启动了。那它启动的方式呢很简单，只要推到 S 档，然后呢往上就是进入进档，就是加号，维持两秒钟之后再手动换挡拨片，就是退档两下，它就会进入 S Plus 模式哦。那所有的不管是引擎的输出啊，甚至换挡的模式，它都会变到最激进。我们就来体验一下。那因为安全的关系，我们今天试驾在大鹏湾，所以我们戴上安全帽。那第一圈呢，是由前面的教练带着我们，算是让我们熟悉一下赛道。那今天我试驾的车款是台湾在贩售的 V60。那其实 Volvo。他有参与很多的赛事哦，但是可能大家不太清楚。那为什么很多车厂需要参与很多赛事呢？其实原因很简单，他们希望呢可以从赛事上面体验到的一些经验啊，或者是一些技术，它可以移植到市售它的量产车上面。所以 Volvo 其实它同样的意思哦。所以这一台车虽然它是 Polestar 的车款，但是呢，它其实是市售车，但是它其实用了很多赛道上面的技术，包含他们 WTCC 的赛事哦，用的这个赛车 Polestar 的车款，同样的一颗引擎，它可以移植到这一台市售车上面，所以它可以节省很多的经费哦。你看，像这种安全的配备，它同样是有的，虽然它是一台比较强调运动的车款，但是它同样的安全是一样不能忽视的。所以呢，这一台 V60 Polestar 它用的引擎是 Driver E 系列2.0升直列四缸的汽油双涡轮机械增压引擎。那它的最大马力，如果是 WTCC 赛事的车款啊，最大马力可以到400匹。但是以这台车来讲的话，它的马力有367匹左右，然后最大扭力呢是47.9公斤米，搭配的变速箱一样是爱信的8速的手自排变速箱。但是呢，在很多的引擎的细节内部哦，都经过了强化，比如说它的弹簧啊、凸轮轴啊，或者是排气的一些口径等等，都做了修改，甚至在排气管上面也做了一些修改。所以像现在我调整到的这个 S Plus 就是进阶的运动化模式，它的这个排气的声浪也不太一样，但是因为现在我戴着安全帽，所以我听不太清楚，不过各位可以透过这个收音来感受一下它的声浪。但是我刚在 pit 区的时候，基本上我觉得它是还蛮保守的啦。 OK， 终于第一圈结束了啊，教练开始会把速度提高。那其实 Polestar 的车款啊，虽然现在它提供了很多外观的套件，甚至铝圈啊，或者是弹簧，它都可以做选择。但是其实真正 Polestar 的车款，它是有很多不一样的，例如它的引擎式的拉杆，它材质也不一样，它是真正碳纤维的材质。因为呢，它的整个17寸的轮圈，再配上
刚刚原厂的人员有特别的强调，他们一定要选择的就是米其林的 PSS 的轮胎来达到他们最好的性能。那这台车它驱动方式是四轮驱动，所以在转弯上面呢，其实基本上你也不用太担心推头哦，或者是转向过度的这种现象。然后它的加速真的很快，时速0到100公里，像现在可以全开，哇，时速120了，时速0到100公里加速只需要4.8秒，而且它提供了 Launch Control 这种功能，在原地的时候你可以透过 S 档啊，或者是一些循迹方向系统关闭等等，可以得到弹射起步的功能啊，所以基本上是很过瘾的一件事情。而且它的加速，哇，真的是很过瘾啊，它的整个整个换挡的积极的程度，这是以前我开 Volvo 的车款没有办法想象。那 Polestar 的车款呢，还有一个地方跟一般市售的车款是不一样的，那就是它标配了 Audience 的改装的悬吊系统。据刚刚原厂的简报指出，它的整个弹簧的刚性硬度比一般车款提升了80%，那整个结构感上面呢，也可以让车身的强度提升15%，所以基本上这个是即使一般的量产车，但是你选择了 Polestar 的套件是没有办法达成的。真正的 Polestar 呢，刚刚你看，其实我开得很快，我现在时速150、160，好要进最后这个弯道了，但是呢，基本上你看它这个悬吊的硬度，以及它的支撑性表现非常的好，而且呢，在 Sport Plus 模式，它可以允许更多车辆的侧滑，有没有？我一路在这个高速弯侧滑过来，但是呢，完全没有电脑帮我介入，这个是在以前我帮各位试驾很多 Volvo 的车款上面，这体验不到的，基本上稍微有一点点的滑动，它的电脑就会完全的把你制动住，所以在 Polestar 的车款上面可以说非常的过瘾哦。很棒啊，包含它的车体刚性哦，还有它的悬吊的搭载，还有它的加速度，以及它的这个声浪，我觉得它听起来有一点像，好像 BMW 的这种咆哮的声音，不过现在说不准啊，安全起见啊，真的是听不太清楚。我本来想要带着大家体验一下它的 S 模式哦，但是因为只要我现在一取消 S Plus 模式哦，就回不来了。S Plus 模式只有在静止的时候才可以切入，所以我有点舍不得。最后一圈了，我实在是很舍不得跟这个小宝贝说再见。160几，这个 Olins 它还有很多包含衬套的强化哦，以及一些上座连杆的强化，所以让它的整个支撑性的表现都很好。刚刚时速100多过这个弯，现在也有100，降到90几了。所以你看整体非常稳，它的支撑力度很够哦。我想这个是 Polestar 跟一般 Volvo 车款啊，完全展现出不同迷人的地方，就是这样。再加上今天我们试驾的地方大鹏湾，可以好好的发挥这台车的完全的性能，真的是很棒的一件事情。那我想最后一圈呢，我让大家听一下低档，我把它调整到低档，看看声浪会不会有变化。好，现在是低档，我转速降了非常的多啊，然后包含它的声浪完全都不一样，然后再踩踏起来的感觉，真的是差了蛮多。以在赛道的标准来说的话，这样开起来真的是太不过瘾，这样感觉一般道路使用差不多，开起来感觉顺顺的，蛮舒服的。好，接下来 S 模式，它这个排气管的阀门被开启了，所以它会有一个比较猛爆的声浪。我想身为一台性能车，这种可变式的排气管的阀门是标准配备啊，这个是一定要的。我常常讲过，如果一台性能车它没有声浪的话，就很像你爱吃辣的人吃面吃火锅的时候没有辣，那怎么受得了？这个声浪 OK。今年我想在台湾 Volvo 的性能元年就此展开。很棒的一天啊！今天其实活动还持续在进行当中，但是每一间媒体呢，其实他只能下场去跑四圈，只有四圈的机会。但是我想，今天其实时间已经算很够了。但是，
我想不管外观或者是它的整个动力的体验上面，让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。因为一般讲到 Volvo， 其实我对 Volvo 一般市售的车款，它的动力表现，它以及它的操控表现，并不是特别的青睐啊。因为我觉得很绑手绑脚，但是在 Polestar 的车款上面，你可以真正的体验到 Volvo 在动力科技上面，它其实是很厉害的。那如果你购买的是一般的，像这台量产车型，他们针对40或60，它都有推出很多 Polestar 的套件。例如你选配 Polestar 的引擎式的拉杆，其实可以，但是像这个它是金属的，但是如果是在正 Polestar 的这个车款上面，它引擎式拉杆就是碳纤维的。那当然你也可以选配 Polestar， 有没有 Volvo Polestar 它的悬吊的配件也可以，但是正 Polestar 它搭配的是大厂的 Ohlins 的悬吊，这是不一样的。那么最后呢，不管你购买的是 Polestar 的车款，或者是你选配的 Polestar 的套件， Volvo 都只想告诉大家同一件事情，那就是这个厂牌的性能元年正式的在台湾展开。在未来 Volvo 这样的运动的活动呢，一定会越来越多，也会改变着你对它的想法，包含我也是。我是宜晨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